员的话，首先这边把防雨壳给拆下来之后呢，大家看到这边下面有一个六 pin 的柱子，我们的接线的正源性的接法是，接最下面两条，按一二线来接上，红色的接一，黑色的接第二条，按下去，把线插入，再松开手指就 OK 了。按下去，再插入，松开，好就可以了。套上防雨壳之后，接上我们的电源配的电源的适配器。然后呢，就直接。